是吗？那些，哎呀，你管他呢！哎，你姐来了，你姐，哎，姐，哎，我们换一家吃吧。好。哎，姐，姐，你干什么呀？去哪儿啊？我们想，想去吃鱼。哼哼，是不是怕我见姐夫呀？别乱说，我们只是朋友。呀，姐，你有解放军朋友啊？那以后也要保护我呀！来来来来来，握个手，握个手啊！认识你很高兴。哎，今儿我朋友请客，大家一起吃吧。哎，不了，我们都说好了要去那边吃的哈。哎，走吧走吧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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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红，喝了酒，大家都是朋友了啊！哎，得走吧。解放军同志啊，叫什么呀？我叫宇宏宽，大禹治水的禹，宏伟的宏，宽大的宽。哦，宽大的宽，记住了。依子姐，喝点什么？不喝了吧？哎，姐，你们还没那个呢，就管人家呀？叶爱红，喝白的吧？啊？我随便，脾气不错啊。要喝，你们就喝点别的吧。姐，解放军同志喝啤的还能打仗啊？来，服务员，来瓶八洲大曲。叶爱红，你逞什么能啊？咱们今儿个不醉不归啊！这孩子脾气还真爽。他怎么说我是孩子呀？姐，你真打算嫁给他了？你觉得他怎么样？哎，要是嫁呢，就算了吧。要是呢，哎呀，别谈了，别谈了，笨了吧？哎呀，别谈了。为什么？这还用问为什么呀？你爸。大毕业的呀，八大的，就嫁给一军人呐，亏大发了。真是的，八大的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他身高还没你高呢。身高跟爱情没关系。你呀，哎，姐，你该找一知识分子。这样你们才能一起谈理想，谈剧本，谈爱情啊，谈艺术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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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啊。他也有他可爱的地方，谁没有可爱的地方啊？你以前那帅哥啊，不也挺可爱的吗？能不能不跟我提他？不提就不提呗，凶巴巴。行了，你也少说几句吧，就当我跟他闹着玩行了吧？不行，你玩得起吗？你啊，都快三十的人了，要说玩啊，哼，你玩不过我。别看我读书没你多，因为我看不出来。你说那什么什么来着？你说他好，那是说给我听的吗？啊，那是说给你自己听的。你要是真喜欢他，你只需要对我说一句：“我叶子就是喜欢鱼，那个鱼鱼什么？哦，宏伟的宏，宽大的宽。”哎呦，行了，你小点声，你说得出来吗？啊，你能说出来面不改色心不跳吗？你喝多了，少说几句吧。嗯，我没醉。哎，姐，要玩啊，
劝你啊，就放聪明点，别把自己给玩进去。算你比我聪明。你放心啊，我回家不会跟老佛爷说的啊。回来，妈哪睡得踏实啊？怎么样啊？出去这么久，收了不少花吧？饿了吧？妈还给你留着饭呢，我去给你。妈，我吃过了。在外边吃的，大清的。你们后来又上哪儿了？我们先去的公园。然后去吃的饭，吃饭的时候碰见了艾红，我跟艾红一起聊了会儿天就回家了。哎呀，看看我闺女这么大了还害羞呢。不过呀，妈告诉你，于大夫这人呐不错，我想啊他堂弟也一定不错，你们慢慢处一处就知道了啊。约下一次了吗？妈，不早了，你先睡吧，我们明天再说好吗？好。你多大了你就喝这么多酒啊？你一个姑娘你不怕人笑话你？跟我姐啊啊，那个我姐们儿可不行啊，啊不行啊，下次是不是要到公安局把你接回来呀？啊，你看看你，我难受难受难受，我看你喝的太少了啊，再去喝一瓶就不难受了。你学生你学生家说来来来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这个孩子啊，你别把胃给喝坏了，你。我痛苦。你痛苦什么呀你？啊，来来来，喝喝。不跟你说。世界上没有比你妈更痛苦的人了。要吐啊，到卫生间去，快，别把家里弄脏了啊！来，快吧，吐痰盂里来。快快快，来。难受啊！哎呀，喝点水，来，喝水。怎么搞的呀你？啊，来来来，我难受。哎呦，难受，好好好好好，难受，都知道难受了啊。来，喝点水就不难受了。来，喝点醋解解酒。来。哎呀，哎呀，飞了，你这孩子怎么搞的呀你？你不说了行不行？行行行，不说了。你妈妈是为你好。哎呀，不说了不说了。来，快快快。喝点醋解解酒啊！嗯，哎呀，臭孩子怎么搞的？再喝点来，都不让我省心啊！行了行了行了，
爸，你做的莲子羹啊，就是好喝。慢点喝啊，那还有一锅呢。莲子羹好喝，昨天晚上的酒也好喝吧？喝着玩的。玩玩，什么都玩。将来有一天把自己玩进去了还不知道。哎呀，我可不像我姐。你见到你姐了？没有，没有。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妈，我哪敢瞒您呢？你们什么事情都瞒着我，合起伙来欺瞒你们的妈。哎呦妈，我们哪敢瞒您呢？你说是吧？还有，你哥你嫂也有事情瞒着我。我知道，你姐最近啊老往巴州跑，是想找对象了是不？她这点心思我还看不清楚啊。想找个对象把自己调到巴州来，她这事啊用自己做交易，丢人。事情没弄清楚还不能这么讲吗？你不是说他衣锦还乡吗？衣锦还乡了吗？我早就说过，不是衣锦还乡，就是遍体鳞伤。你还不信？妈，您什么都瞎猜，但什么都猜对了。这就是你们的妈，明白不？我就实话跟您说吧，这听说吧，听说有人想把姐跟什么团长军官扯到一起。搞对象，这个军官个子不高，对不？您都知道了，你姐也不想见他，对不？是啊，这不值啊。妈，这件事儿你一定要坚决坚决的反对姐。解放军有什么不好啊？军官有什么不好？你姐那个臭脾气，就应该解放军来管管她。妈，你他们见面了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没您同意他哪敢见面呢？您说是吧？哎，这还差不多。姐啊，现在不行了，胆子特别小。这是进步。死丫头。可怜的姐。这早上坐车的人呐太多了啊！我平时卖票不觉着啊，这好歹这车前车后这么挤挤啊，活动活动。你说今儿个我挤这么一趟，别提了，我的骨头架子都散了。我又为你请假了，这个月的工资奖金又泡汤了。呀，海鲜来了！哎呀，哟，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？有事儿啊？来来来，坐。还早啊？不早了。我才刚4点钟我就睡不着了。什么事儿啊让你这么着急？哎呀，这恋爱啊都谈了好几天了，他于洪宽究竟是什么态度啊？这事儿他能拖拖得起，我们叶子能拖吗？能拖得起吗？啊，我们叶子都28了，大龄女青年了，再拖下去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黄花菜都凉了，你说谁还要啊？嫂子。哎，叶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呀，这于大夫啊也该有个说法，来回话了是不是啊？你说这成不成的，总该让我们这些娘家人心里有个底吧？啊，这不声不响的，这不是存心折磨人吗？这不是。海贤呀，你别急，说不定这两天就有消息了呢。哎呀，我看这事儿成不了了，他前两天就已经转业到地方了。他转业了？他转业了啊？这哎呀，这怎么行啊？他你说你跟他谈不就是图那个啊，嫁个军人上个随军户口吗？他都转业了，你还转个屁呀你啊。不行不行啊，咱们叶子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嫁的，要不是命不好分到那个穷地方啊，你说能找到于洪宽吗？笑话，简直是。走，找于大夫说清楚去，这事儿不行。走。海鲜，谁呀？于大夫。
于大夫，您喝茶。谢谢。何阿姨，我不来，你们着急了吧？这不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吗？洪宽跟我说了，他对叶子啊非常满意。是吗？嗯。那没问我们家叶子对他满不满意？叶子啊，对我们洪宽还满意吧？听洪宽说，他俩都拥抱了。啥？拥抱了？啊，亲嘴了没有啊？于大夫，我们家叶子都让他给抱了，那他的户口包不包啊？包啊！不能上来就把人先给抱了，那得先包户口后抱人，是不是？你说现在这不弄颠倒了，这不是？汉仙，你别着急啊！他都转业了，我们家叶子不能上吊。我汉仙，来喝水。于大夫，汉仙他说的也有他的道理。是啊，你们放心吧，洪宽转业了，他不有很多战友吗？慌什么慌啊？战友多了好办事儿，一个户口都解决不了，你们也太小看军人了。是啊是啊，汉仙，咱们应该相信人家于大夫啊。行啊，于大夫，这事儿啊，我信得过你啊。那就先调户口吧。先包户口后报人。户口不上调啊，我说叶子啊，别说是报啊，连手都不能给牵，听见没有？这落毛的凤凰不如鸡，咱不能让人看清了，是不是？要不然这样吧，叶子，你呀，明天就回孝德去吧，好吧？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嫂子，你少说两句。不行，少说了我憋得慌。于大夫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好不好？首长，各位战友，我于洪宽前天就转业了。这么多年，承蒙老首长和各位战友的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，我于洪宽在这儿先敬大家一杯，永远不忘战友情啊！我先干为敬。好，好，来吃菜啊！洪宽呐，我祝你呢，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新的成绩，永葆军人的革命本色，开创出一番新的事业来。来，我们大家干一杯！干一杯，干一杯！哎，祝女团长步步高升，事事如意，哎，大展宏图，早娶媳妇儿，早生娃。好，干！都知道，我于洪宽呀，是个农民出身，家里也没啥背景，是吧？能做上这个团长，那全靠组织领导和部队的栽培，还有啊，就是各位兄弟多方面的照顾。我在这儿啊，再敬大家一杯，啊！哎，洪宽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哎，你今儿唱的哪出啊？大家呀，对我都了解。咱有句古话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呀。洪宽，这事儿啊你就别急了，我们几个给你介绍个媳妇儿。这对象啊，我已经有了。哦，哪儿的？巴州大学毕业的大才女，中文系的高材生啊。好啊。这姑娘啊，我接触了几天，人挺好，啊，可有一点，她这个毕业分配没弄好，弄到孝德县，成了这个专县户口了。这照往常说呢，这也不是个啥问题，对吧？她跟我一结婚，一随军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对呀。可现在啊，我复员了，我不是军人了，她再跟我结婚，这户口调不过来，这户口就成问题了，是不？你想想，
人家一个城里的漂亮姑娘，一个大学的高材生，人凭什么嫁给我呀？哎，我现在就像这个董存瑞啊，我碰见这个桥头堡了，我还得劳烦各位弟兄掩护我这个小弟啊，去炸掉这个暗堡啊！我在这儿啊，先谢谢大家了。对，你急啥呀？咱们老师让淡定在这儿呢，你可别忘了啊。但你是搞组织工作的，对，哎，对，首长，您，嗯，这个事儿嘛，我可以帮你。杨子荣、申德华同志到前站侦查，这里就是会合的地点。本单位遵照毛主席，叶老师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范老师。叶老师，电话，电话来了。先放您这儿。哎，您告诉我。来了，是在传达室吗？对，一个男的。哦，知道了。喂。叶子，你到了。哦，到了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你的工作和户口问题啊解决了，你可以立刻调回巴州了。真的？哎，这是老首长当着我们那些战友做的承诺。太谢谢老首长了。不过，你得马上回来一趟。老首长想见见你，啊？怎么，想考察我？不是不是。那好，我马上回来。不过。怎么？还有什么问题？他需要你。你说呀、啊，他需要你这个，需要我准备材料还是打报告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是这个。那是什么呀？他还需要你，一个绝对保证。绝对保证。就是绝对保证。绝对保证什么意思啊？嗨，就是保证你绝对是，是属于我的啊。就是要保证你要完全是我的人了啊，就是。你明白吗？啊，喂，叶子，喂，你还在听吗？我在听。啊，我相信，你也别多心啊，这都是老首长的意思。我真的相信你能够做到。喂，你不高兴吗？我怎么会不高兴呢？那就好啊，那我就等你回来了，好吗？再见。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。局长送客人啊？那没有。
叶子老师好像身体不太舒服啊。没事儿，我只是有点胃不舒服。哦，那要不让我娘给你熬点粥吧？啊，娘，哎呦，你看，哎呦，大闺女，大娘可想你啊。干妈来了。我电话响了，不好意思。啊，那你忙，你忙。娘，咱回去吧。儿子，我说那么多姑娘，怎么就没一个比这个闺女让娘看来舒服的？哎呀，娘，你这说啥呢？你快回屋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刚才走那闺女，我可看不上眼。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娘，了不起，儿子不结婚了，行吗？哎，你看你都说啥了你？行。哎，我说你，进屋吧，进屋，进屋吧。妈，我知道了，她都跟我说了。你看看你，好好的冻成这个样子，
你说能不让妈心疼吗？我这不是吃药了吗？嗯，吃药了。这年轻的时候啊，不知道注意身体，等到老了呀，这病就该找你了。妈，没事的，过两天就好了。你说你呀，一会儿于团长还要来看你，你现在又发烧病成这个样子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好好的一个美人弄成这个样子，哎。嗯，妈，有什么好愁的？大不了算了呗。嗯，说得轻巧，能这样吗？何阿姨。啊，来了。哎，你呀，你呀，你真让妈着急呀！这可怎么好呢？你说说。你这孩子怎么还笑呢？啊！你呀你呀，妈明白你的心思。你说说，你这么聪明，你何必想出这种办法来保护自己呢？妈，你放心。那妈去了啊。来了。于团长，来来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于团长，何阿姨，一点小意思。叶子啊，他病了。啊，病了。是啊，你快去看看。哎啊，叶子，怎么病了？来了。别起来，别起来，好好休息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病的不是时候。哎。别这么说，这人哪能不得病啊？啊，好好休息。哟，吃药了吗？吃了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要不我先给你倒杯水去。啊，不用了，来，姜汤来了。何阿姨，我来吧。啊，哎，让他趁热喝了，去去寒。啊，哎，子子呀，妈还有点事儿，出去一趟，你和于团长说说话啊。于团长啊，子子我就交给你了，好好照顾他，他生病了，啊。好的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把子子照顾好。哎，让着他点儿。哎，那妈去了。嗯。想喝吗？你工作的事儿啊，落实了，去市话剧二团。谢谢你，宏坤。这事咋能说谢呢？哟，你还是喝点姜汤吧，啊，我扶你起来。妈，不用了，我自己起。我来吧，我扶你起来。你别生气啊，那都是我们战友他们瞎胡闹，你别认真啊，你，哎呦，我怎么那么不争气呀、啊、我？我知道，你想要我的绝对保证是吗？男人可以要女人的绝对保证，女人可以要男人的绝对保证。
女人拿什么来检验男人的保证？叶子，那都是我们战友他们瞎起哄，你别在意啊，你别在意。算了，我们之间原本就不公平。叶子，你走吧。叶子，你别生气了啊，别生气了。我给不了你要的绝对保证，你就当我是一个给不了你绝对保证的人。不不，咱不说绝对保证了啊，咱不说了。你绝对是个好女孩啊，绝对的。哎呦，我刚才啊，我是一时昏了头了。我不跟你说过一句话吗？啊，没有不犯错误的将军。你就当做这也是个美丽的错误吧。啊，美丽的错误。丹婷，我敬你一个，啊，一切都在酒里了。好，干一个，干。哎，您吃菜，吃菜啊。你啊，捡了个大便宜啊！啊，我调查过了，那个叶子同志，不单人漂亮，还是个大才女。哎。等他病好了，我一定带他去见您。啊，我观察过，这个人呀，挺传统的，碰都不让碰。您吃菜。你小子，急什么呀？啊？来，丹婷。我不去调，市文化局也想调他了。有这事儿啊？哎呀，你的病还没好透呢，歇着去吧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不就感冒吗？这点活啊，累不着吗？这两天我躺得难受死了，活动活动也好。看看，又咳嗽了吧？没事儿。你呀，是搭了个顺风船。那是那是。我跟你说啊。你可要好好待他呀，啊！你这个小冬泳，可是遇上了七仙女，啊，可得给我们当过军人的人争气呀！哎，丹婷，也留一个天仙配一样的佳话，行吗？哎，丹婷，那我一定，我尽力吧。来喝，哎。高兴不高兴啊？高兴，怎么会不高兴呢？叶子的调令回来了，这户口啊，马上就能转过来了，连我这块心病啊都给去了。叶子对洪宽现在也该放心了吧？不过，还有一件事儿。啊，还有事儿啊？是啊，你们俩是愿意了，还不知道人家叶子的父母。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儿呢？何阿姨啊，你说他俩这事儿是不是该让叶子的父母知道了？哎，那他父母要是不愿意呢？父母之命难违呀。这几天呢，我也在琢磨这件事儿呢。可我已经把叶子的调令啊，还有户口迁移证书啊，我都办好了呀。那就退回去，我不会沾你的光。我不是那意思，我不是那意思。我知道知道，毛脚女婿总要见丈母娘的。这样吧，咱们挑个吉日，陪着洪宽，我们一起到叶家提亲去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。不要流泪，你不要。
相信。